今日看有一个诈骗集团哦，假作是检警骗宜兰一个富人人1400多万，警方伫桃园过宜兰的东山抓到包括姓李的主嫌甲四个嫌犯，对查嘛发现讲受害者计共有30个人，被骗超过2亿。诈骗集团哦，佮用虚拟货币来洗钱，犯罪手法是真先进。警察将日机伫咧同个诈骗集团里收，叫嫌犯双手摸伊头个，甲因压在伫咧面床顶。宜兰警方最近分别伫咧桃园甲宜兰的东山乡，查到以姓李的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，查到土地长枪一支，为这些枪支、枪支16万现金，一个诈骗手册。这个诈骗集团非常可恶啊，用假检警的方式来做诈骗哈。那一方面是我们宜兰的民众较高义。那一方面是严重破坏啊，这个民众对司法机关的威信啊。诈骗集团是以有医疗背景的民众做目标，加在检警诈骗。警方发现诈骗集团用假检警身份骗宜兰的一位姓陈的富人，讲伊的身份互人模型，涉及到洗钱等经济犯罪，竟然提供网络银行的口座加密码。分十遍，甲伊口座内面的1418万，分别汇到4个人头口座，骗来自买虚拟货币，结果转到国外。根据诈骗集团几位人头口座资料，警方查出被骗的受害者30人，金额2亿。警方家抓到的诈骗集团的成员已上吊，姓李的主嫌犯以诈欺等罪嫌刑案定罪，四川加四五等嫌犯分别2万到6万交保。专案警方继续在追查。警方表示，伫以前诈骗集团大部分拢是用车手，或者是要求被害人到银行的柜台汇款等方式完成资金的流动。不过车手容易被抓，去柜台容易被银行关心阻挡，所以即马拢叫民众用网络银行汇款，搁再转换成做虚拟货币洗钱方式，是新的诈骗手法，民众要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